汪明荃呢日出席游戏节目录影，好快就系 Lisa 姐嘅72岁生日啦，谂住点样庆祝呢？我听日其实28号咧，我生日啦，但系因为粤剧就嚟演出，所以冇乜时间啦。我其实呢排好忙喺度排紧，咁主要都系因为要就其他人啦，即系你同场嘅，或者你有啲要就舞狮，或者就音乐，因为佢哋真系个个都好多 job 嘅。咁家应该又会唔会为你准备啲惊喜咁啊？冇咯，可能我食过饭啦，但系而家又话俾我听嗰日开工咁咯。而准备紧粤剧表演嘅 Lisa 姐最近都有积极锻炼，要以最佳状态示人。有，我今朝翻工之前都有啊，系啊，跑咗1个钟啦，咁再喺 gym 房做啲啦，做啲即系 weight 啊，或者系嗰啲啊拉啊咁样啦吓。咁主要就系练气咯，即系因为你一场粤剧喺台上差唔多3.5个钟。咁都幾吃力嘅，仲要唱啊，仲要打啊，主要都要係練個體力咯。因為我今次咧要做6套戲啊，咁有文有武啦，咁所以要分開唔同嘅人去排練咯。不過嘉英哥啱啱先做完手術，應該就唔可以陪 Lisa 姐一起做運動啦。佢應該自己做緊嘢㗎啦，自己佢今日都好乖咧，都去跑步啊咁樣。咁佢呢幾日休息，咁佢就會食好多嘢啊。佢就有一個好處，就係佢好容易瞓得著嘅。譬如拍戲咁咧，我哋好多時要等人打光啊，或者等某某人入去咧。咁佢就好識利用呢段時間嚟休息。我就個人比較緊張，即係我要完曬真係每一日嘅工作咧，我先話，唉，咁可以瞓下覺啦咁。所以佢好識調節啊。啊，回氣啊，我哋叫做。